来下一位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教练，我都想死你了，什么都会了，别紧张啊。我尽量不紧张。来，咱们今天倒车入库啊，挂倒档来。倒档，在哪儿呢？档？档在北京呢。你不说你啥都会吗？净往前面练，嗖嗖跑了，后边没练呢。来，我给你挂倒档来，海离合。来，对，倒。来，又打死。打死压线了，就是打死嘛！你这往哪儿开呢？你不让我打死吗？停！哎，终于可停了。不是你干啥呢？啊，赶驴车赶惯了。不是你拿我当驴呢？教练，我能说你是驴吗？不能说你，你是人类好朋友。不是你赶紧给我下去！你我也想下去呀、啊！你说这车停的还把我卡到这儿了，你说说。来考夜路啊！教练你好，哎，这方向盘咋没有呢？不是大妈，咱坐在后边了，能有方向盘吗？啊，你看我黑天下火没看清，这还坐后边，让我上前面啊！来，把灯打着来。啊，教练，看我今儿新买灯亮不亮啊？我让你打车灯。啊，打车灯啊？早说呀！干啥去啊？打车灯。不是你干啥呢你啊？你不让我打车灯吗？那我还打路灯啊？你打本拉灯吧。不是大妈，我发现你是奇葩呀你。我哪有七十八呀？不是你真大岁数还考什么票啊？赶紧回家吧啊！我多大岁数啊？你我现在正是考票好时候，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妈正是好时候。你看你躲啥呀？你要你看看，我要晚上我都不爱出来，这就考驾照没招儿。你看你怕啥呀？做人吧，每天就要开开心心。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，另一扇门就会开启。哎，买这个破车啊，这个门关上吧，这个门开开，这个门关上吧，这个门开开，花了450，买个六手的车，大修花了30000呀，还不如我走的快呢。哎，这把我心气的蹦蹦的。哎呀妈呀，哎呀我的天。